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想明白了，我觉得我应该给你属于你的幸福。去找李丽吧，你根本忘不了她。李丽是个好人，她帮助我们很多，帮助你，帮助我，帮助咱们这个家，都看得出她跟刘东在一起很压抑。之后，你一直在照顾我，在关心我，这让我感觉很温暖，很温馨。我需要你陪在我身边。我，马刚，也许你生活中需要我，可是，在你的内心深处，没有我的位置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，在你昏迷醒来之后，第一个认出来的人是谁？第一个叫出名字的人是谁？李丽。也许他在你内心深处根本挥之不去的。更何况，你们还有了爱的结晶。王燕儿，这件事情我也是刚刚知道的。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选择，我的幸福在哪？放手吧！听我说，我的幸福在哪儿我都不知道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你放手好不好？你不放手，我怎么放手啊？让我重新开始吧。满刚，你能再抱我一次吗？进去之后，我们就不再是夫妻了。中午一块儿吃饭吧。不了，我还有事儿呢，我先走了。不想陪我再多待一会儿吗？我记得你说过，等我腿完全好了以后，让我再陪你跳支舞。我曾经是这么想的，
现在不想你，留点遗憾吧。也许你还会记得我。